你身后，小心翼翼，像微弱的灯火捧在手心，怕一不小心弄丢了你。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苏北女士，我知道我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够好，但我会努力，努力做到最好。我没办法承诺爱你到永远，因为永远实在太久了，但我可以跟你保证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会爱你一天。我知道我们再次相遇并不是很愉快，所以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？你好，我叫陆南，今年29岁，请你嫁给我好吗？我还猜不透结局，以为故事还会继续，目送着你远去背影。你愿意吗？思念却